又到了换季时刻，你准备好新的包包迎接夏天了吗？2015的夏季，小包依旧当道，无论是珍贵的材质或是鲜艳的颜色，都是必备的单品。另外，后背包是今年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包款，一起来看看这季的 eBag。VV 本季推出经典夜行水蛇皮翻盖式开关的包款，这个系列以许多珍贵的皮革搭配亮丽的颜色，非常适合夏天使用。 Bytheway 包的数种拿法十分具有话题性，而本季 Mini Bytheway 同样也是可以肩背也可以手拿，搭配镶有水晶宝石的鳄鱼尾，十分抢眼可爱。而时尚总编们 Anna Dello 与 Giovanna 同样选择粉红色的 Mini Bytheway 来做搭配。本季 Chloe 的 Jewel Bag 以粉嫩色系获得少女的喜爱，圆弧的包身与阳刚的掀盖及扣头成为有趣的对比。以赤桃色珠儿包搭配一身丹宁的碧昂丝，也拥有可爱的少女气息。本季 Prada 从经典包款中延伸出小牛皮的款式，而今年也推出迷你经典尼龙后背包，以3万左右的亲民价格让你选择。